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巨星的灰芒光，星魁荣耀超级哦。刚使用了这个史达队哦，花了一点时间哦，所以想了这个队伍哦，没有看错，水希腊，我们要用水希腊来做一个通关的挑战哦。CD1 的先把它处理掉。好了，哦，这一队的难度比较高的部分是在于说这个处技的部分。因为很容易不小心就不要打他、哦、不小心就打伤了这个误伤路人这样。哦、趁前面可以处击的时候我们稍微处一下、哦、其实那个水柱我是不太想消啦，但是血可能要稍微补一点。他死了，没错，他死了。哦，这回要到下一关是要呈现一个算是满血的状态，哦，哦，尽量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小力一点，留一只给我，哇，哇，哦，这个本来往上拉，但是怕这个几率的问题，因为哈、哦，因为左边这一排的几率会比较高。哦，掉水柱的几率比较高一点。哦，这个要补血，然后又不消到猪，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技术。哦耶，这是我的失误。哦，哦，这只固定扣血80%。哦，虽然说 CD2， 可是还是不能轻敌哈。我是想说直接把它处理掉好了，比较快。好，水柱不用留太多，哎、欸，因为你留太多，我没办法处技哦。哦，问题是处技啊。我习惯这样做，做一个单体攻击。哦，漂亮！哦，这是我要的。有一只，漂亮，漂亮。哦。不得不出手了，真是抱歉。留下来，哎呀，除息地啊，除息地是问题啊。五回合，靠，才不得不打呢哦。我可以看到，我用单体攻击是这样做一个珠子的排列。哦，这个大家可以稍微试一下。我现在有这只可以帮我算是除CD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一样用单体攻击的打法。全体攻击，哦，球大了，哦，耶，舒服，哦耶，哦，希腊是比较难控制，就是怕这种状况。哦，现在是属于一个蛮危险的状态了哈、哦，三回合我不知道撑不撑得过哈、哦。印记先上了，新珠保留，其他有的没有的阿利亚扎的珠都把它消一消了。目前有这个星座状态下是还算安全的。哦耶！好，我们苟延残喘到这一回合，哦，漂亮！
哦，虽然说 combo 是很漂亮，可是他还是不会死，哦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现象，哦，因为趴树盾，哦，哦，最后尽量把血补满。哦，非常好，我们进场还有两回合，两回合的这个减伤盾，这是非常还有一个好的一个现象。好，哦，至于要怎么打这只易补盾，哦，就让我们来表演一下吧，跟他易补一下哈，哦。哦，开这个水之火灵 ，Come on， 来吧，看我的一吸是不是？然后常常听人家讲，哦，有点少哎，啊有哎啊。我只剩这一回合了。Come on, come on， 来吧！你再不死，我就要死了。K.O. Yes， 掉卡。好，这个。算是有惊无险的，就是这个一个希腊队的一个通关，呵呵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哦，他有两回合，哦，这个水珠，欸，有新珠的效果，哦，当然希腊队就是有时候要碰一点运气啊，我刚刚那个combo不知道为什么很少，哦，啊，以上是这个水希腊的通关的一个示范，哦，给大家参考，易补盾，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